bitch.后院找个店洗头发找不着，上海太大了，我根本就没有心情逛，太肚子又痛，然后很难走路的，到哪一个得去打车，好远。还好住了一个市区的附近的酒店。等一下吃饭吗？嘴巴肿了，看见没？肿了，吃上火了。刚刚看一套衣服，很好看，挺喜欢，挺适合自己的，就是有一点小贵，也不是特别贵，但是能接受的价位吧。但是呢，暂时不想老买衣服，因为家里衣服实在是太多了，就想过段时间真正的夏天的时候再买。昨天买的，加热也挺好看的，感觉加热的衣服又便宜又好看，质量也不是特别差，能接受吧。我觉得一些所谓自己自创的品牌的衣服都特别贵，质量也就那样。拜拜。